感觉退役之后水平保持的有点不太妙。我喊来了个人，啊，还管喊人的吗？对，谁啊？一个朋友，什么？是我认识吗？你应该认识对，吧？什么人？你先我上，还管喊人呢？来呗，是高手吗？不是是高高手，手，我就不兴是奋一高手，下。钻石。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想我给他上强度，还是？狠狠给他上强度，就是弄死他。啊，这样的吗？对。哪个人在你好友里的吧？再等等一会儿，我喊他上号啊，来来快来点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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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解说吗？是的。是解说？谁呀？不是狼叉吧？我一个室友，哦，你把那个打开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对，给他拽进来。这 ID 为什么这么眼熟啊？我一个朋友。啊？是谁啊？不是这 ID 很眼熟啊！我一个朋友，你把他拽进来就我完事儿了。拉了，你看他随便装你的，你直接攻击他。你随便虐虐你，这谁啊？到底这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。一个朋友吗？对。这就真给他上强度是吧？对。来中，玩你最自信的英雄。虐晕你！那我给他上强度了。真上了，狠狠上。真上了，OK，上强度，那我就玩这个了。他平时老说，就是看你直播，你水平就是被水友虐，你知道哦，吧？是吗？啊，还有点哦，就他知道是我是吧？现在，对。那好，那我给他上一课了，那只能给他上一课了。我早说啊，这搞了半天，不是搞了半天是狼叉吗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我一个朋友。不求正义。也不为复仇。这小连招还可以啊。玩的巨认真。是有任务吗？千锤之下，堕地狱，变化飞。病了，什么水平啊？攻击一下他，什么水平选手啊？你什么情况？哎，比赛开了，先解说了。我真的无语，不，你说让我上强度，我赢了，你无语什么呢？我没明白了，你什么情况？我意思是，这是真的好，狠狠的虐，没问题吧？我去趟厕所。怎么说？要不等会儿再虐他两把？如果来，你再转一下，我帮你喊个。OK。你先虐他两把。不，他说可以，
上强度吗？可以啊，还是可以。对对对，随便强度随便上一下。对对对，我来看看。什么发了什么很怪的东西吗？没有，为什么这么多那个，我就邀请他就是一起玩，他说好。哦。怎么还有记录？我不是删了吗？他还会觉得这句话还是你打的，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其实是我打的。浑水摸鱼。哎呀！怎么说？怎么说？随一下。你随便啊，你玩你。这个、啊、行吗？随便啊。不是这行吗？都行，你想你就直接选呗，随感觉有点。我看你啊，看你啊，随有点不好吗？对。那我就还是认真选。对，你就随便选。那我要不给他来把强度，可以啊，还是这个，你就只会玩这几个吗？不也是就随便选一个呗、啊、你不就发条维克托会那种法师辛德拉没有啊，妖姬不是刚才不随便选，要不这个、嗯、随便啊，不是都行啊，我说实话真都可以，这个你玩一个你会的吧，肯定都不是会，我玩这些都是精通，全部都精通。要不这个，你怎么玩都是这种英雄啊？这个、有没有那种？就除了这个英雄，其他你随便选。你这个不行是吧？不是，就玩这个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的时候年龄上来了之后，玩这个英雄玩一把，可能就要下播了。你会不会鳄鱼啊？啊？你在羞辱我？你这太夸张了，嗯，没事，我再给他上把强度吧，行，来把这个吧。哎，你青钢影怎么样啊、这个？我感觉青钢影 solo 还行啊。下把跟他玩上路，我下把跟他玩上路，我用卡米尔怎么样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你先把这把的他，先把这把虐了、嗯，先把这把虐了，虐完之后我下把用青钢影再虐他。哎，别，啊，舒服了。都将改变。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不情况啊？他为什么不必呀、啊？不知道、啊。带个 TP 不必。带个 TP 也不用，那你带他干嘛呢？在这里挂球。分析路径中。看好，走吧。OK。点错了，点到小兵了。就这，哎，点到小兵了，我两只卡兹兰达眼睛在那看好的，啊、小兵了，你就从这种操作，眼睛都辣疼的。哎，没办法，点到小兵了，点到小兵了啊！破防了！这波说实话真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点错了，没办法，不是我的号，有点不习惯。那设置是你的设置不？还没完全改，但是其实无所谓。号的问题。没事，无所谓，就给他喘口气呗，就。行。怎么说？就给他喘口气吧，咱们就。故意让他以为是故意让的，击溃他的心理防线。那一刻，我闪现上去，冰的那一下点上去，其实他内心就已经这样跳了一下了，懂吧？那一刻，他其实就已经明白了。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输了，现在只是在苟延残喘。他六级了，你打得过他不？打不过，一定打不过，而且还是这个时候维克托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必死。就他这波只要 all in 上来，就我兵线我走过这里，然后他直接大上来，我只要被他E到我就死，你懂吧？行，那你躲起来，你归住。但是我不是那种乌龟，这波 Lighter Me 来全龟了，但是我不会龟，懂吧？那你为什么不往前走一点？
我已经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了呀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再往前是送。舍弃掉这身臭皮囊。你这翼真还可以啊，好像没空过呀，你这个翼。这英雄的翼能空吗？不愧是你只会玩的那几个英雄。啊，那不至于吧。等他这个烟雾弹没了，这波就可以直接交大电他了。他能不能行啊？能不能行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水平的选手啊？我什么状况？不哪儿找的人啊？狼到底行不行？哦，第一次空。好、哦，你什么时候学 W 啊？不会一百刀吧？不想学了，怎么着？对吧？不学了吧？感觉是可以不学啊？我不想学了，我真不想学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学 W 没用啊！不是我真不想学了，哥们儿。不是你真会呀、啊！生气了。耶、yeah, ，好爽！耶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 ！What the fuck？ 你问号攻击一下，一边操作一边发个问号。发了，我发的巨快。我擦！哎呀！哎呀！有点实力呀、啊，说是。要不去上？无所谓，上路送他一把也无所谓，说实话。这把打完，马上，很快。这就是你的室友是吧？对，就跟我双排的。对，他辅助巨专业，包你爽。他不是玩 AD 的吗？没，都可以，不是玩下路的肯定都会玩啊。哎，他是玩什么的？谁啊？狼叉，狼叉上路玩什么的？他是玩奥恩的。是吗？嗯。还玩什么？就你觉得他会选什么？他会选什么？不，你想看我绝活吗？我绝活就是这个。啊，是这个。你怎么都是这种英雄啊？你能不能来点那种？你看、啊、我玩的英雄就只有操作，我给你点几个，这个，就全部都是只吃操作的。那青钢影呗。就像这种我从来不玩。那青钢影呗。就这种，你看就点的这些就从来不玩，还有什么这种，就这种就没操作，根本就来头猪上来都会玩这种英雄。那你就青钢影呗，我看看你那个青钢影绝活绝到哪个程度。哎，那就好说，这都好说。精准与否，就是屠宰和手术的区别。那来呗。合适的话语是锋利的刀子。感觉你们军事啊，现在还行，那么厉害。现在你小优了，就什么也别做。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我操！我操！全是细节，你就学吧，你就。你那个秒升 W 你就学吧，你就你卡片是咋零杠十三的呀？
说了要帮 Letter Me 洗一下，他刚打完一把零杠十二的亚索，那别人来当嘉宾不帮他洗吗？他打完零杠十二的亚索，给我把红的都发紫了，我不上来帮他洗一下吗？我感觉，要不你选的对吧？ Okay. 再努力吧，感觉水平退步啊，不对。感觉退役之后水平保持的有点不太妙，真的恶心！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发吗？嗯。OK， 加油，加油。哈、哎，你真是在搞节目效果啊！平时那肯定啊，